陈姓嫌犯供称曾经担任这廖姓屋主短暂的助理，因为很久没见过屋主，所以进入屋内看看他进来的状况如何。那本分局调阅监视器，后来通知犯嫌到案，依法移送。那时候是不是有屋主的母亲进来？是。然后当下他报案之后，他要什么？警民响之后，马上就拨打电话报警。本分局的警网立即赶往现场。他是开车过来，依这个屋主的母亲说，他进入屋内大约一两分钟。这个大楼的警报器声响之后，这个屋主的母亲报案。屋主母亲后来发现犯险，就立即转身离去，完全没有财物的损失。也没有什么结论。我完全没有，只是说想了解屋主的情况如何。